刚刚串书就拜堂，这么刺激！等一等，快快快快！夫妻对拜，哎呀，居然太厉害了！那耳朵便不用要了。燕赤，你怎么来了？女大婚，我自然是来送贺礼的。燕赤寒。 一串书就遇到大反派，春夜楼的花魁送娘子，一夜便值千金。只可惜啊，被我不小心弄碎了。兄长不会怪我吗？赤寒，你能来我的婚宴，为兄甚是高兴。兄长高兴就好，就是不知兄长可有回礼？ 回礼，难道是我这么劲爆吗？上来就是小叔子抢嫂子，不愧是传说中的第一美人，便用她做回礼吧。我和兄长美人换美人，也不算吃亏吧。放开我，过一点，不然杀了你。 他一个庶子，怎么敢？我知道你怀疑我是皇帝安插在你哥身边的探子，但我真不是，随便你调查，我都配合。你都配合？就拿把破匕首吓唬我，我才不怕呢！我穿的可是女主，哪个女主开局就狗蛋？对啊。 有鬼！搜身就搜身，干嘛动手动脚？搜身不动手。 阁主，阁主，没人招了。正好，带他去看看探子的下场。是。这孔雀的表弟才漂亮。我是你嫂嫂，你不能这样对我。 还没白完汤，不过算我半个嫂子。不过你放心，等你受完刑，我会把那半个你还给兄长的。刚出手就落到了反派手，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！ 喜欢吗？这是我杀的第1000个人的小指骨，是不是很可爱？不知道你的是不是也同样可爱？能从监牢里跑出来，你很聪明。不，我真的不是探子，我是特地来找你澄清误会的。嗯，真的。
一炷香时间让你抱。太恐怖了，凤体反派果然只适合看小说的时候磕一磕，人遇到还是保命要紧，不然我在书里死了回不去怎么办？我给过你机会，可惜啊。放开我！我不想死，别杀我！我求求你了！你对我做了什么？说！什么？不要！别杀我！你对我下了蛊。下蛊？他杀不了我。难道我有什么女主光环？不管了，先试试。方小姐，我不想死，求求你了。求求你，外挂终于上线了。一穿书就让大反派给我当牛做马，好爽。燕赤痕，我要你给我做早餐，求求你。燕赤痕，抢完婚就不管了吗？不、哦、这个求求你外挂还挺好用的。你怎么穿衣服啊？徐婉婉。燕赤痕，那鱼好了吗？求求你。燕赤痕，给我绿茶饼。求求你。燕赤痕，跑起来跑起来跑起来。阁主这是被下了降头吧？是你。燕赤痕，我的粉丝娃娃菜。求求你。哎呦，燕赤痕，搞这么慢，你行不行啊？燕赤痕，你怎么那么慢啊？燕赤痕，你怎么这么慢？说，说。我杀不了你，但可以毒哑你。嫂子还有什么请求啊？尽管说出来。给我解毒，求求你。看来这手写的效果也很不错嘛。我劝你别动歪脑筋，我这里什么都有。行了，吃饱喝足了，送我回府找你哥吧，求求你。阁主，这送他回去，看紧他，查清楚他到底有什么毒。既然书里的结局是女主和小燕王一吻定情，小燕王，我来了！唉，为了回家，只能牺牲初吻了。幸好小燕王是个帅哥，我也不算吃亏。你干嘛？你深夜潜入我兄长房中想做什么？只要亲到你，我就能穿回现实世界了。他莫不是又在想我弟弟？
君，我特意为你炖了汤，你尝尝，快尝尝吧。嗯。燕赤寒，出来！哎，你干什么？竟还当着您的面和那个庶子拉拉扯扯，真是挺不支持。放开我！信呢？传递给谁了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劫杀了我的信哥。啊？还你。什么？你不是找你鸽子吗？小气，坏我好事，不许再来烦我！哼，这个摊子有点意思。原来是个文化人，那就看我用文化来征服你。小燕王喜欢的正是我的人生格言啊！人生格言，嗯，去。代表一种洒脱的态度，他代表外界的指指点点。妈和的相连，强硬的语气助词代表了一种抗争精神。去他妈的四个字看似随意，实则寓意无穷啊。于姑娘说笑了，我写的是春池烟韵。夫君渴了吧，我给夫君倒点水喝。既然文化行不通，那就来点野的吧。看我投怀送抱，抱上就亲，亲完收工，深藏功与名。呀！于姑娘，还请你离开。哎，小阎王，再聊会儿吧。哎呀，我怎么这么笨呢？这么说。于婉婉劫了我的信鸽炖汤，还算帮了我。是的，阁主，如果改过的信被传递出去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掘地三尺，也要把这个侦探子给我找出来。是。这，我就是替这个人背锅的。证据确凿，既然此事牵扯到你。便由你亲手杀了。我不是，我不会。不会。我教你。不是，不要。是不是很简单？啊，杀人，这下小日子有盼头了。阁主，既已查明真相，是否要将他送回大公子身边？燕家不一直说我是他们养的一条恶犬吗？你何时见过恶犬将咬住的东西再吐出来过？他终于来了。你愿意和我成为爱人吗？小燕王，看我怎么拿下你这个宅男。你因生病自小被困在府中，向往着外面的世界，可若是有爱人相伴，这座府邸便不再是牢笼，而是家。家，我从未期待过能有一个家。希望是谁？本想骗小燕王亲吻回到现实，又被燕赤寒毁了。真是跟他八字不合。夫君，于姑娘，公子刚喝了药，现在已经歇下了。啊，好，那我知道了。我改日再来。走了。公子为何不见于姑娘？让我那傻弟弟情难自禁，这一局棋才会有趣。燕赤寒，你人呢？
道，我为了能打通小燕王那个双玉坛的心，我灌了多久的杀莲吗？结果来的是你。你醉了。我没醉。你还，你嘴唇还挺软的，那也不能随便亲我呀。你别看。我该休息了。自小被困在府中，向往着外面的世界。可若是有爱人相伴，这座府邸便不再是牢笼，而是家。恶犬也配有家吗？你再来一杯。你愿意和我成为爱人吗？我愿意。300两就买一副去他妈的。你有没有文化？人家写的那是春池。春池，所谓春池。烟。哎呀，反正跟你说了你也不懂。你就说这个钱你借不借吧。这位公子，既然夫人喜欢呢，就买给他吧。男人不能说不行。这位老板，我不是他夫人，我是他嫂子。小叔子，别这么小气嘛。求求你了。外挂在手，还治不了你了。每次都用这招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欠我的，记得还。放心吧，燕小七。老板，便宜点呗。哎呀，真便宜不了了。就一点点啊。那就便宜1两。有了这幅字，我一定能攻略小燕王，回到现实世界。燕之涵真的来吗？燕之涵来了，我们能打得过吗？放心啊，有我呢。那日他将我踩在脚下，今日我要他好看。快去大哥，燕之涵，快来救我，求救你。闭嘴。果然是燕之涵的女人。不是的，大哥，你误会了，我只是他的嫂子，你帮我没有用。有没有用？你要干什么？就知道了。放开我。燕之涵，你终于来了。敢动我的人，找死！上！找死！你真当我是谁吗？你谁啊？燕之涵，还好你来了。有我在，你不需要怕任何人。阁主，阁主，燕之涵，我给你哥买的字丢了。我再给你买。你答应我了。放心。那就等会见。把这幅画挂到最显眼的位置。公子何曾挂过别人的画？是。你真的来了？感情里
先来后到重要。我曾长久地注视着一个女孩，但她的目光只追随我兄长的身影。而我晚来一步。我让你扮作安堂参加宴会，是为了要你背刺重伤，打消皇帝疑心的。谁准你还手的？姐，算了吧。进去，把这个庶子的衣服扒了，关回柴房去。明日宫中定是一场鸿门宴，老规矩，将他洗刷干净，让他扮作安堂去赴宴。是，夫人。这十数年来，我作为燕安堂的影子活人，迎来的都是伤害和痛苦。公子且慢，老身有一言相赠。他非此界中人，总会归去，命运既定，有些事情有缘无分，不必执念太深。有些事情不由命运，不由缘分，是由我心。可若是扮作他，能在你身旁停留片刻也值得。听说正旦有求姻缘的传统，前面有个摊位套住姻缘娃娃，还会有红绳相赠，你陪我去试试好不好？好。沿途的风险中对中交接，竟然只有一次机会，这也太难了吧。不显现夫君，真心。恭喜两位，两位真是天作之合呀，月老会祝福你们的。收。等下人的阴险，何来人间。你看，感情哪有什么先来后到，不过是谁真心谁得到。燕池寒，你放手。果然是你。燕池寒，我好不容易把他约出来，想要培养感情。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和他培养感情？他燕安堂给的我能给你更多，你为何不愿亲近我？莫名其妙。还是因为和他拜过堂？你别忘了，大婚当晚和你在一起的人是我，不是他。我能给你更多。等我。这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的？为什么非得是他？因为你哥才是男主。只有公认了他，因为什么我才能回家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喜欢的是他。燕池寒，你懂什么是喜欢吗？
就像你跟他穿了一样的衣服，扮作是他，我也能认出来，那是你，你不是他。你以为你是谁？不过是我燕府的一条恶犬罢了。对，我的确不是燕安堂。八岁、十岁、十二岁，我扮作燕安堂替他受过无数次伤，从未有人察觉。你看，这么多次都没有人认出来，从未被察觉，怎么偏偏你一眼就认出来了？差点忘了，还有这个，这是我人生中第一道伤疤。六岁那年，叶安堂重病，他们想试试相同血脉的心头血能不能当药引子，于是在这扎了一刀。因为我哭喊不止，拼命挣扎，那个女人想让我记住我不过是燕家的一条恶犬，特地为我烙了一个牢笼里的犬字。你说的对，我不是他。燕之寒，对不起。燕之寒，我给你。你终究还是为了个女人自乱了阵脚，我亲爱的弟弟。于婉婉，你知道我从来都不是什么好人，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现在离开，你我再无瓜葛。燕之寒，我是来跟你道歉的，我不应该指责你假扮燕安堂，说了过分的话，伤害到了你，对不起。这就是你要说的。说完了，走吧。我还有，你问我为什么能识破你假扮燕安堂，其实我与他并不熟悉，我只是认出了那是你。我说完了。你若是不想见我，我不会再来打扰，但救命之恩我会记住的。那日你吻了婉婉，你想说什么？迟寒，她是你嫂子。那又如何？人生如棋，一子满，满盘皆输。婉婉如今是我娘子，我当然喜欢她。这话我敢说，你敢吗？你当然敢，一直活在阳光下的小阎王当然敢。燕家心腹恬不知耻，勾引小叔，也不知他能否受得住这些个流言蜚语。不过如今山府有为可知，我操，什么情况？这黑白双煞怎么凑一起了？两男争一女，别这么狗血了，大哥。我们出去逛逛吧。我们出去逛逛吧。我看你们是想带我去鬼门关逛逛吧。上车吧，娘子。小阎王
现在怎么怪怪的？燕之涵笑了。娃娃，你干嘛呢？他在威胁我。走。今天怎么这么温柔？先行一步了，兄长。早知道吃大餐，刚刚就不吃大虫子。鸭肉滋补眼，娘子快尝尝。羊肉增气益血，多吃一点。我真是服了，这俩大眼哪边都不能得罪。好吃吗？嗯，喂，你俩狗熊竟别误伤我呀。吃不了就别吃了。我要一服下半个时辰，我以后还不见效。看你如此难受，可知我会心疼。燕之涵，你懂什么是喜欢吗？于婉婉，我现在懂了什么是喜欢。你喜欢我，好不好？我喜欢你。你说什么？之前不回应你的情意，是因为我自幼体弱，实在不愿意耽误你。可如今，我认清了自己的心。娃娃，你愿意做回我的娘子吗？公子，我愿意。我的目标不就是亲吻小燕吗？回到现实世界吗？刚才他明明都表白了，我为什么要犹豫啊？马副使，今日燕赤寒可在府中？近日城内探子颇多，阁主回千钧阁处理了。余姑娘若是有要事，我可代为转告。啊，也没什么要事。既然已经下定决心，就不该再犹豫。我传说的故事从这里开始，如今在这里结束，也算有始有终。吉时已到，夫妻对拜。也不算吃亏吧。只可惜。婉婉，谢谢你选择了我。于婉婉，别想了，赶快接受小燕王，尽快回到现实世界，这不是你最想要的结局吗？燕安堂，对不起。
都安排好了吗？公子放心，此事已安排妥当。本来还想多玩些时日的，他那副挣扎的表情还真是百看不厌。我终于知道自己为何犹豫，因为我想亲吻的不是男主燕安堂，而是你，燕赤寒。我想要现在就见到你，然后亲口告诉你，我喜欢你，不是女主喜欢上了反派，而是我于婉婉喜欢你，燕赤寒。不忠诚的恶犬。只能杀。燕之寒，小心！燕之寒，燕之寒，燕之寒，你醒醒，你不会有事的。燕之寒，你醒醒，求求你，求求你。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，我喜欢你，于婉婉。知道喜欢是不会轻易换人的。我意外穿入书中，一开始只想逃离这个世界，没想到竟然喜欢上了反派。我回想起初次见他，现在原来在那时我只想留在他的身边，我就已经喜欢上他。婉婉，我们成亲好不好？婉婉，再说一遍。再说一百遍都可以。我愿意。直到故事的最后，我才发现，还是期待能和你有个未来。公子，该喝药了。今日的药很苦。是啊。既然兄长对我痛下杀手，那就别怪我不顾兄弟情谊了。你从何时开始怀疑我的？啊？我从未信任过你，又何来的怀疑呢？一个馒头便能换来他的忠诚，何乐而不为呢？
看他在生存和尊严之间挣扎，很有趣，不是吗？嗯。你和你那个傲慢的母亲一样，愚蠢的让人心疼。燕赤寒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你不过是我们养的一条狗，你怎么敢觊觎主人的东西的呀？啊！丫头，这一句棋是你输的。对弈之人还在，这盘残棋还未结束。姑娘能嫁给小燕王，真是好福气。你说什么？燕赤寒成了小燕王？姐妹安心，最后女主和小燕王两心相悦，一吻定情。燕赤寒，我们不能成亲。冤枉，你现在说这样的话不觉得太晚了吗？不，这个世界本是一部画本，而你们都是画本中的人物。我意外来到画本之中，取代了原本的鱼婉婉。老身有一言相赠，他非此界中人，总会归去。若故事走向结局，我就会离开，回到之前的世界。结局是什么？鱼婉婉和小燕王两心相悦，一吻定情，所以我们不能相爱。我快死了，你不该来的。公子，冥想只能维持半个时辰，我请您出去。我知道你的心意。陪伴了我20年，一直隐藏的都很好，可于婉婉和我成亲后却从未叫过她夫人。从那时起，我便知道你喜欢我。公子，我这一生混沌庸碌，得到的假意很多，真情却很少，谢谢你，愿意来送我最后一程。明雪，你能不能最后帮我做一件事情？一散无色无味，却药性激烈，服用者若一炷香内不与人亲近，便会经脉逆行，吐血而亡。你将于婉婉引来，若是他用你解毒，便会让于婉婉亲眼看到他背叛的丑态。
最终结局。我从不信命。若是他忍下不与你亲近，便会死在心爱之人面前。我要他在生存与忠诚之间挣扎，这才是我最后的一步棋。无药可救，你们注定生死两隔。燕晨，你不要过来。公子，我错大了。哪怕要离开书中的世界，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。燕晨，让我救你。别过来。消失，燕晨，我爱你，让我救你，求求你，蹙眉藏不住泪流满面。我绝不忍见爱辗转眼前天各明恋，春而暖言冬而爱雪，能有影没有缘，为何恩怨非要我们绝。他若清风不知言，一路繁华不恋蝶，静品青蛙无言，灯下人淡影斜，何来人间。你还活着呢，于婉婉喜欢我送她的礼物吗？叶安堂，明雪死了，你的阴谋没有得逞，这一切都已经结束了。不可能，你不过就是燕家为我养的一条恶犬，只配向我摇尾乞怜啊，我怎么会输呢？我不可能输的，我不可能输的，怎么会输呢？燕之寒来了。我没事。姑姑，你醒醒。姑姑，小燕王，有人求见。他本是异界灵魂，却因为你选择强行留下，有违天道。如今灵魂即将消散于三千世界，我该如何救他？求你教我。有缘无分，定然会铭记一生。按照既定结局，和燕之寒两情相悦后，
我即将要离开书虫世界。我曾以为，只要不去回应他的爱，就不会和他分离。这一次，求一个属于我们的红绳吧。如今我却只能抓住一切机会，想要为他留下一些我们相爱的痕迹。哎呀，两位缘分不到，要不明年再……咱俩。姻缘一年只能求一次，要不明年再来吧。啊，好了，那只不过就是个游戏，不要当真。不信我去算一卦，我们的姻缘一定是上上签。我找寻无数借口，试图佐证我们是缘分天定。我没事。有些事情有缘无分，不必执念太深。我不要。直到后来，现实告诉我一个道理：命运之所以叫做命运，是因为我们无法与之抗争。多要几次，一定有上上签。叶之寒，我，叶之寒。那么大的雨，你去哪儿了？你看，婉婉，如果命运说你不受用，那我就永远不幸运。晨，婉婉，我们成亲吧。癸卯年正月十六，良辰吉日，诸事皆宜。今天，我会嫁给这个我最爱的男人。今天，我也会离开这个我最爱的男人。夫妻对拜，礼成。婉婉，对不起。我该怎么救他？求你救我。只有你死，求得一线生机，否则他的灵魂就会彻底消散。燕赤寒，不要告诉我，长大后的我愚蠢到相信所谓的爱，愿意为他牺牲。我信，你也该信。婉婉。志寒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婉婉，别怕，我交给你。
行，刘星，天道不容，找我死，你怎么能活着回去？我不怎么，你不该替我做决定。让我轻重伤，我只是想让你有过一次的留恋。我爱你的眷恋，红尘绿叶窗前，花发一如初见，生生眷恋。红尘绿叶窗前，花发一如初见，生生。叶城，请慢用。我回到了熟悉的世界，仿佛过去的种种都是一场梦境。我看完了那本小说，小说里燕池还没有救下女主，没有和女主逛街，没有对女主表白，更没有和女主成亲，他只是一个反派，在大结局前被女主杀死。原来他是独属于我的男主。我们在主线之外有理想。燕池寒，如果我的世界也是一本小说就好了。我希望我们还能重逢，然后在第一页就相爱。抱歉。袁婉。Oh, every time I see you, 그대 눈을 볼 때면 자꾸 가슴이 또 설레와 내 운명이죠 세상 끝이라도 지켜주고 싶은 단 한 사람。这里可不能胡作非为，你老实的爱我就好。那你求求我。For every time I see you, 그대 눈이 볼 때면 자꾸 가슴이 또 설레어와 내 운명이죠 세상 끝이라도 지켜주고 싶은 단 하나